荷西阿书第一章，犹大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也是约阿诗的儿子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执政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荷西阿。耶和华初次借着荷西阿说话。耶和华对荷西阿说：“你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，生养像娼妓一样的儿女。” 因为这地盛行淫乱，离开了耶和华，于是他就去娶了提拉因的女儿戈玛。后来她怀了孕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就对何西阿说：“给他起名叫耶斯列，因为不久我就要惩罚耶护家在耶斯列留人血的罪，我要灭绝以色列家的国。到那日。” 我要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。后来，哥玛又怀孕，生了一个女儿。耶和华对荷西阿说：“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，因为我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，我绝不赦免他们。但我要连续犹大家，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。我要拯救他们，并不是靠弓、靠刀、靠兵器。” 也不是靠战马，靠骑兵。罗路哈马断奶之后，哥玛又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耶和华说：“给他起名叫罗阿米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我也不是你们的神。”然而以色列人的数目必多如海边的沙，量不尽，数不完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？” 将来要在那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永活的神的儿子。”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要聚集在一起，为自己立一位首领，并离开那地上去，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。河西阿书第二章，你们要对你们的兄弟说：“我的子民。”要对你们的姐妹说：“蒙怜悯的。”要与你们的母亲争论。你们要争论。 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，我也不是她的丈夫，好让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乳间的淫态，免得我把她剥光，赤身露体，使她像刚生下来的那天一样，又使她像旷野、像无水的旱地一般，叫她因干渴而死。我必不连续他的儿子，因为他们是像娼妓的儿女，因为他们的母亲卖了淫。 怀他们的做了羞耻的事，因为他曾说：“我要跟随我那些爱人，我的饼和水、羊毛和麻布、油和我所喝的都是他们给的。因此，我要用荆棘堵塞他的通道，我要竹墙围住他，使他找不找出路。他要追赶他那些爱人，却追不上；要寻找他们，却找不着。他就说：‘我要回去。’” 回到前夫那里，因为从前比现在好得多了。其实他不知道，是我把五谷、新酒、橄榄油赐给了他，甚至他们用来制造巴利的金银，也是我大量给他的。因此，到了收割的时候，到了初九的季节，我必收回五谷和新酒，用来给他遮蔽裸体的羊毛和麻布，我也必夺回。那时。 不要在他那些爱人眼前暴露他的下体，也没有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。我必使他的一切欢乐、节期、新月、安息日或任何盛会都终止。我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，就是他曾说：“这是我做妓女所赚的，是我那些爱人给我的。”我必使这些果树成为荒林。 任由田野的走兽吃掉。他在拜众巴黎的日子，向他们烧香，佩戴耳环首饰，打扮自己，跟随他那些爱人，却把我遗忘。所以，我必惩罚他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此，我要诱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，在那里，我要把葡萄园归还给他，使雅各谷变成希望之门。 他必在那里回应，像他少年的时候一样，也像他从埃及地上来的那天一般。耶和华说：“到那日，你必称呼我医师，不再称呼我巴利。我要把巴利的名字从他口中除掉。他们的名字没有人再提起。到那日，为了他们，我必和田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爬虫立约。” 我必从这地折断弓弩、刀剑和兵器，使他们安然居住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，以公义、正直、忠信和怜悯聘,聘你归我。我必以信实聘你归我，这样你就必认识耶和华。耶和华说：“到那日，我必应允，我必应允天，天必应允地。” 地必应允五谷新旧合油，这些必应允耶斯列。我必为了自己把它栽种在这地，我必连续那些不蒙连续的，我必对那些不是我的子民说：“你是我的子民。”他们必说：“你是我们的神。”河西阿书第三章，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再去爱一个妇人。” 这妇人是为情人所爱，又是个淫妇，就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，虽然他们转去跟随别神，喜爱葡萄饼。于是，我用一百七十一克银子、一百五十公斤大麦买他回来归我。我对他说：“你要给我独居多日，不要行淫，不要有别的男人，我也必不与你同房。” 因为以色列人也要独居多日，没有君王，没有领袖，没有祭祀，没有柱像，没有以福德，也没有家中的神像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寻求大卫他们的王。在末后的日子，他们必战战兢兢来到耶和华那里，接受他的恩惠。河西阿书第四章，以色列人呐、啊。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要与这地的居民争辩，因为在这地上没有诚实，没有慈爱，也没有认识神的知识，只有起假誓、撒谎、残杀、偷盗、奸淫、行强暴，以致流人血事件相继而来，因此这地必悲哀，地上所有的居民、田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都必衰微。 枯萎，连海里的鱼也要灭亡。虽然这样，人人都不必争论，不要彼此指责。祭司啊，要与你辩论的是我。白天你要跌倒，晚上先知也必与你一同跌倒。我要毁灭你的母亲，我的子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因为你拒绝了知识，我必拒绝你不让你做我的祭司。 因为你忘掉了你神的律法，我也必忘记你的子孙。祭司越增多，就越发得罪我，我必把他们的尊荣变为耻辱。他们借着我的子民犯罪来养活自己，渴望他们多有罪孽。所以祭司怎样，人民也怎样。我必按他们的行为惩罚他们，照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。他们吃且吃不饱，行淫。 人数却不会增多，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，不遵守他的命令。银行、陈酒和新酒把人的心夺走了。我的子民求问木头，由木杖引导他们，因为淫荡的心使他们走迷了路。他们就行淫，不顺从神。他们在山顶上献祭，在冈陵上的橡树、杨树和栎树之下献上烧香。 因为树荫美好，所以你们的女儿行淫乱，你们的儿媳犯奸淫。我却不因你们的女儿行淫乱，也不因你们的儿媳犯奸淫而惩罚他们。因为你们男人自己离群与娼妓在一起，又与妙妓一同献祭，这无知的人民必遭毁灭。以色列啊，你虽然行淫，犹大却不可犯罪，不要往极甲去。 不要上到博雅文，也不要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。以色列倔强，好像倔强的母牛。现在耶和华怎样怒放他们，好像怒放宽阔草场上的羊羔呢？以法莲和偶像连在一起，任凭他吧。他们醉意全消以后，就不断行淫。他们的官长最喜爱耻辱的事。风要把他们裹在翅膀里卷去。 他们必因自己所献的祭祀而蒙受羞辱。何西阿书第五章，祭司啊，你们要听这话；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要留心听；王的家啊，你们要侧耳而听，因为审判必临到你们，因你们曾是米斯巴蒂的捕鸟机，是塔伯山上张开的网罗，他们在石亭绝深了陷阱。 但我要惩治他们所有的人。我认识以法联以色列也瞒不住我。以法联啊，现在你进行营，以色列竟玷污了自己。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回转归回自己的神，因为在他们当中有淫乱的心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指证自己，以色列和以法联因自己的罪孽跌倒。 犹大也与他们一同跌倒，虽然他们带着牛群、羊群去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见。他已经离开他们远去了。他们以诡诈待耶和华，因为他们生了私生子。现在新月要吞灭他们和他们的地业。你们要在基比亚吹角，在拉玛吹号，在博雅文大声呐喊，便雅米娜 敌人就在你背后。在责罚的日子，以法莲必成为荒场。我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宣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犹大的领袖好像挪移地界的人，我要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，如同倒水一样。以法莲受欺压，被审判压碎，因为他们乐意随从人的命令。因此，我要成为以法莲的蛀虫。 成为尤大家的朽烂，伊法莲看见自己的疾病，尤大家看见自己的创伤，伊法莲就往雅树去，派人去见雅树的大王。可是他却不能医治你们，也不能医好你们的创伤，因为我对伊法莲要像只猛狮，对尤大家必像头少壮狮子，我要亲自撕裂他们，然后离去。 我把他们带走，没有人能搭救。我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，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寻求我的面，在痛苦中必恳切寻求我。《河西阿书》第六章：来吧，让我们回转归向耶和华，因为他虽然撕裂了我们，但必定医治我们；他虽然急伤了我们，却必替我们裹伤。 两天以后，他要使我们复原；第三天，他使我们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面前。让我们认识，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。他必定出现，像晨光一样；他必临到我们，如雨水一般，又像滋润大地的春雨。以法莲啊，我要怎样待你呢？犹大，我要怎样待你呢？ 你们的爱心像早晨的云雾，又像瞬即消逝的朝露，因此我借众先知砍碎他们，用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。我的审判必如光一般发出。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我喜爱人认识神的知识，胜过人现的繁祭。可是他们却在亚当城被约，在那里向我行诡诈。 激烈是作孽之人的城，他们的脚中染满了血渍，在往事件的路上，祭司结党杀害人，就像埋伏路旁的强盗，他们行了邪恶的事。在以色列家，我看见了可怕的事，那里有以法莲的淫行，以色列被玷污了。犹大、啊，我使我的子民归回的时候。 必有为你定下的一个收割时期。河西阿书第七章，我医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，因为他们行欺诈，小偷入屋偷窃，强盗在外抢劫，他们心里并未想到。我记得他们的一切罪恶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现在都围绕他们。 都在我面前，他们以自己的恶行讨王欢喜，用自己的虚谎叫领袖快乐。他们全是犯奸淫的，像一个被烤饼的人烧热的火炉，从团面直到全团发酵的时候，烤饼的人暂停实火发旺。在我们王喜庆的日子，领袖们因酒的烈性而生病，王就与谢曼人联手。 他们阴谋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烧得热如火炉；他们整夜抑制怒气，一到早晨却像发出火焰的火燃烧起来。所有的人都热如火炉，吞灭他们的官长；他们所有的君王都倒闭了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人向我呼求。以法莲与外族混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外族人吞吃了他的力量。 他却不知道，他头上满是白发；他也不晓得，虽然以色列的骄傲当面指证自己，他们却不回转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不因此寻求他。以法莲好像一只愚蠢无知的鸽子，他们向埃及求助，投奔亚述；但他们去的时候，我要把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把他们如同空中的飞鸟打下来。 我要按着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，他们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离弃了我，他们遭毁灭，因为他们背叛了我。我虽然想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对我说谎，他们并没有真心向我呼求，只是在床上哀痛罢了。他们为了五谷和新酒割伤自己，仍然背逆我。我虽然锻炼他们的手臂，使他们有力。 他们却图谋恶计攻击我，他们转向巴黎成了不可靠的弓，他们的领袖因自己舌头上的狂傲，倒在刀下，这在埃及地必成为被人讥笑的对象。河西阿书第八章：你要把号角放在你的嘴上，敌人如鹰一般来攻击耶和华的家，因为他们违背了我的约，干犯了我的律法。 他们必向我哀求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。以色列弃绝了良善，所以仇敌必追赶他。他们立了君王，却不是出于我；他们立了首领，我却不知道。他们用自己的金银为自己做了偶像，以致他们被剪除。撒玛利亚，我要除掉你的牛犊，我的怒气要向撒玛利亚人发作。 他们要到几时才能无罪免罚呢？这牛犊是出于以色列，是匠人所做的，他并不是神。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粉碎。他们播种的是风，收成的是暴风。生出来的苗没有麦穗，不能做成面粉；即或做成面粉，也必被别国的人吞吃。以色列被吞吃，如今在万国中。 好像没有人喜悦的器皿，他们上去投奔雅树，像一只独行的野驴。以法莲会买爱人，他们虽然在列国中会买人，我现在却要招聚他们。他们因着君王和领袖所加的重担，逐渐衰微。以法莲增添好些祭坛去犯罪，这些就成了他们犯罪的祭坛。我虽然为他们写了律法万条。 他们却看作是为外族人写的，与他们毫无关系一般。他们喜爱献祭，献肉为祭，又拿来吃。耶和华却不喜悦他们，他必记得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他们必回到埃及去。以色列忘记了造他的主，建造了很多宫殿，犹大也增添了很多坚固城。我却要降火在他的重城中。 吞灭他的堡垒。河西阿书第九章，以色列啊，不要欢喜，不要像外族人一样快乐，因为你行了邪淫，离开你的神，在个打鼓场上喜爱卖淫的赏赐，打鼓场和炸酒池不能喂养他们，新酒也必使他们失望，他们必不得住在耶和华之地，以法莲要回到埃及去。 要在雅树吃不洁之物，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垫酒，他们的祭物也不能使他喜悦，他们的饼好像丧家的饼，凡吃这饼的都必被玷污，因为他们的饼只可自己吃，不可带进耶和华的殿。那么，在规定集会的日子和耶和华结期的时候，你们能做什么？看哪、啊，他们逃到雅树去。 埃及要收敛他们，摩服要埋葬他们，他们珍贵的银器必为吉里所占有，他们的帐篷必长满荆棘，惩罚的日子临近，报应的时候来到，以色列必定知道，因着你们众多的罪孽和深仇大恨，先知被看为愚昧，受灵感动的人被当作疯子。 先知与神一同做以法莲的守望者，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都满有捕鸟人的网罗，在他神的家中只有仇恨。以法莲深深败坏，如同在基比亚的日子一般，神必记得他们的罪孽，惩罚他们的罪恶。我遇见以色列，好像在旷野里遇见葡萄；我看见你们的列祖。 像看见无花果树出熟的果子，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，专做羞耻的事，成为可憎恶的，像他们所爱的偶像一样。至于以法莲，他们的荣耀必如鸟儿飞逝，没有生育，没有怀胎，没有成孕。即使他们把儿女养大，我也必使他们丧子，一个不留。我离弃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有祸了。 在我看来，以法莲的儿女注定被当作猎物。以法莲要把自己的儿女带出来，交给施行杀戮的人。耶和华，求你赐给他们，你要赐给他们什么呢？求你使他们坠胎、小产、乳房萎缩，他们的一切罪恶都在积讲。我在那里憎恨他们，因他们的恶行，我要把他们从我的家里赶出来。 我不再爱他们，他们的领袖都是叛徒。伊法莲被击打，他们的根枯干了，必不能再结果子。即使他们生产，我必杀死他们所生的爱子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听从他。他们必在列国中漂流。河西阿书第十章，以色列最茂盛的葡萄树自己能结果子。 他的果子越多，他就越增添祭坛；他的土地越肥美，他就使柱像越美丽。他们心怀诡诈，现在要承担这罪的惩罚。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毁坏他们的柱像。那时，他们必说：“我们没有君王，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。至于君王，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”他们说很多话。 其假释又立盟约，所以审判像毒草一般，在田间的犁沟中生长起来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亚伯文的牛犊而惧怕，拜牛犊的人民必为他哀痛，拜牛犊的祭司必为他哀嚎，都因他的荣耀离开他而被掳去了。人要把他带到雅树去做贡物，献给那里的大王。 以法联必受羞辱，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蒙羞。至于撒玛利亚，他与他的君王必被剪除，好像浮在水面的枯枝一般。伯雅文的秋坛就是以色列的罪恶，都要被拆毁。荆棘和蒺藜必在他们的祭坛上面长起来。那时，人要对大山说：“遮盖我们！”对小山说： 倒在我们身上，以色列啊！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，你就犯罪。他们仍然留在那里，难道攻击恶人的战祸不能在基比亚赶上他们吗？我必来惩罚他们。他们被自己那双重的罪孽捆绑的时候，列国就集结起来攻击他们。伊法莲是一头驯服的母牛，喜爱踹骨。 我却要把恶扣在他肥美的景象上。我要使以法莲脱离，犹大要耕田，雅各必耙地。你们要为自己撒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的果子。你们要翻松荒地，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。只等到他来降下公义的雨在你们身上。你们耕种奸恶，收割不易，自吃谎言的果子。 因为你倚靠自己的战车和众多的勇士，所以必有轰嚷之声攻击你的众民，你的一切城堡都必被毁坏，正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毁坏伯雅比勒一般，有母亲与儿女一同在那里被摔死。以色列家，因你们的罪大恶极，我必这样待你们，在风暴中。 以色列的王必全然被除灭。荷西阿书第十一章：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就爱他；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，可是我越发呼唤他们，他们越发走开。他们给巴黎献祭，向偶像烧香。然而，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的，我用双臂抱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了他们。 我用磁绳爱索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向人拉高牛的轭在两轭之上，又向他们俯身喂养他们，他们必返回埃及地。亚述要做他们的王，因为他们不肯回来归我。刀剑必在他们的城中飞舞，毁坏他们的门栓，因着他们自己的计谋吞灭他们。我的子民绝要背道离开我。 他们因着所负的恶而呼求，却没有人给他们卸下。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把你交出来？我怎能对你如同压马，待你好像洗扁呢？我的心肠翻转，我的怜悯发动，我必不让我的烈怒发作，必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为我是神，不是世人。 我是你们中间的胜者，必不会含怒而来；他们必跟随耶和华。耶和华要向狮子吼叫，他一吼叫，他们就从西方战战兢兢而来；他们必战战兢兢而来，像从埃及赶来的飞鸟，如从亚述地赶来的鸽子。我要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法莲用虚谎。 以色列家用诡诈包围着我，犹大还是与神对抗，就是对抗那可信可靠的制胜者。荷西阿书第十二章，以法莲吃风，整天追赶东风，增添虚谎和强暴。他们与雅树结盟，又给埃及送油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他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 他在母腹中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又与神角力，他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，他哀哭向他求恩，他在伯特利遇见神，神在那里对他说话。耶和华是万军的神，耶和华是他的名号，所以你要靠着你的神归回，谨守忠信和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以色列是个商人。 手里拿着诡诈的天平，喜爱欺压别人。以法莲说：“我成了富翁，我为自己发了财，在我所有的收益中，人不能找出我有什么罪孽可算为罪恶的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必使你在住在帐篷里，像在节日的日子一样。我曾对先知说话，加添许多意象。” 又借先知说比喻，在激烈仍有罪孽，他们实在是没有价值的。他们在吉甲献牛犊为祭，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石堆。从前雅各逃到雅兰地，以色列为得妻子而做工，为得妻子而替人放羊。后来耶和华借着一位先知把以色列从埃及领上来，也借着一位先知以色列得蒙看顾。 伊法莲大大的惹了主的烈怒，所以他的主把他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身上，把他当受的羞辱归给他。河西阿书第十三章：从前伊法莲一说话，人都战惊；他原在以色列中居高位，但后来因侍奉巴利犯的罪就死了。现在他们犯罪越来越多，为自己做柱像。 按着自己的技巧，用自己的银子做偶像，这些都是匠人的手工。他们论到这些说，向偶像献祭的人可以与牛犊亲嘴，因此他们必像早晨的云雾，又如意识的朝露，又像打谷场上的糠皮被旋风吹去，又像烟气从烟囱上腾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。 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；除我以外，再没有拯救者。我曾在旷野、在干旱之地认识你，但他们得了喂养、饱足以后，就心高气傲，因此忘记了我。所以我要向狮子临到他们，像豹子埋伏在路旁；我要袭击他们，像一只失掉幼熊的母熊，撕裂他们的胸膛。 在那里，我必像一只母狮吞吃他们，野兽必撕裂他们。以色列啊，我要毁灭你，谁能帮助你呢？现在你的王在哪里？让他拯救你吧。你所有的领袖在哪里？让他们治理你吧。因为论到他们，你曾请求把王和领袖赐给我。我在愤怒中把王赐给你。 又在烈怒中把他废去，伊法林的罪孽是封着的，他的罪恶储藏起来，生产的疼痛要临到他身上，他却是没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产期到了，他还迟延不破胎而出。我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的权势吗？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？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？阴间呐、啊。 你的毁灭在哪里？怜悯必从我眼前隐藏起来。他虽然在芦苇中长得茂盛，但东风必要来到。耶和华的风要从旷野上来，他的水泉就干涸，他的泉源就枯竭，他所储藏的一切珍贵器皿都被掠夺去了。撒玛利亚必承担自己罪的刑罚，因为他背叛了他的神。 他们必倒在刀下，他们的婴孩被摔死，他们的孕妇必被破开肚腹。何西阿书第十四章，以色列啊，回转吧，回到耶和华你的神那里，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。你们预备好要说的话，归向耶和华，对他说：“除去我们一切罪孽，悦纳我们的祷告。” 这样，我们就把嘴唇的果子献上。雅树不能救我们，我们必不再骑埃及的马。我们亲手所做的，我们必不再称为我们的神。因为在你那里，孤儿才得着怜悯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乐意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远离他们了。我对以色列要像甘露，他必向百合花开放。 他要扎根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的幼枝必伸展；他的容美要像橄榄树，他的香气必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他们必在住在我的印下，使五谷生长；他们必发旺像葡萄树，他们的名声要像黎巴嫩的酒。伊法莲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？答允他的是我，看顾他的也是我。 我像一棵青翠的松树，你的果子是从我而得。谁是智慧人，让他明白这些事吧；谁是有见识的人，让他领会这一切吧。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一人要行在其中，恶人却必在其上绊倒。